想去干杯的请举手。好，安尼嘿，举动开。想要吃干杯，也就这面鸡卵哦，这干杯。我叫亚秋，咪叫你这样，哪吃咪吃，我咧送哪，就想要吃干杯，亚秋几个，我一日要吃尔，吃一箱尔，拢装好你好无？啊，冰诶冰箱，咱卖卖啊，好无？太多了吼，你昨晚看诶冰第四点着，伤过济啦。我招一罐来倒出，啊，这袂当做沙司面哦，这用煎诶，用烘诶，铁板烧炖是用煎诶，日本料一定用烘诶，啊，你要肥料要烘，你烘未熟，太好了。你对中华大会一边变两边对烘对煎，价格吃袂下，一几天哩。一包贝拉大卖场全台拢在卖，这段时间应该吼，应该抢个空空啊！嘿，你贵是啊？你大，其实你们大卖场要抢东抢物件，永久是，因为咱这是台湾，我们没有锁国，吼、哦，把你国家国家是放开，因无在钓鱼做事，所以话因的抢物件要你抢，咱当然不是啊，当然不足。物资充沛，你不需要去跟人家抢，那多余的人啊，多处一起叫偷苦主换币。你这样去啊，卖酒两千三千免，太紧了。这袂当做沙司，这样煎那种烘的，这种你免煎免烘，这当做沙司，来无？这包那八包，这400公克，这一包500多公克，几千个，一千块，卖几千好不好？一千块好不好？啊，无卖两千啊，三千。没几千个，先就掏钱给探子，这我不爱去介绍，就掏钱给加几千个，一千块，你相信了、哦？干嘛辛苦退钱？这边五人里面你都可以退钱哈、哦，几千块了，这我不爱去介绍，几千个就掏钱给探子的，几千块，一千块，有几人都几千个，阿彪不？几千块，好，谢谢你来，收起来。这边可以退钱，所以你不必问说几包，一定比 POR 还便宜，而且不是便宜，是便宜的非常离谱。好、哦，回来谢谢，来这样、哦，这来，这是红条，嗯，红条你啊都都吃袂下，你只想你无一样吃，这红条哈，红条这只500块，来我当做五公里卖好不好？你红条人家免钱九百、七百、八百、500块，500块你就开500了。500块，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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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块，这面啊，很帅你无钱，不要紧，这人家看到怎样？你无钱，无效啦。哦，你那撑起还帅你无钱，无吃，300块红条，红条都不要紧，你叫吃帅你，空安没？300，200块，红条200，100块。安条100块条可如哦，无简单。全世界有在发100，全世界全吃。安条100块，100块。来，你放哪位？别见面啊！100块，一个高点，放唔放去？好啦，是吧？来100块哦，能够可如啦，笑死人！你安条只要500块，有在发100，恁有在搁底下新的可如一个，啊，恁无吃，咱即世人恁免吃伊啊，吼！我来讲哈，咱卖物件重点就是无卖见老师啊，老师带破价，啊咱无时间去破价，定得啦吼。今仔日啦，产品行情到大堂，我来讲哦，今日上着拢好皮，无上着人客你无受气哈。拢个集中开，安尼较定咧盘，较轻松，吼、哦。较紧了，即只油价，今仔日土价一只我赔你10万。这朋友饲的土鸡啊，啊这你不要煮，这拢做免煮，铁桶烤开切切俩就直接，安尼好食。油鸡足少人食烧的，食冷的好食，知无？啊你唔免阁问物件，这油鸡不得落咸啥？你问啥会先咸，问啥会先甜啊？都卖阁问，啊不煮好。这只800几块，这土鸡啊大只，难。咱无啊嘛吼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。第十个人去卖蛋是钱，但我无物件通我哩。一只唔免八啦，800、500、300块，300块。来，300是卖两只腿的土鸡腿的钱呢。等下啊。我认识导游吧。
我淋些豆油，吼、哦、酱油，来这边淋看嘛，这豆油，哎呦，来咖啡呀，那个笋啊就高了，不过我头前高菜，今仔日下烧鸡尾烧高菜，那高菜也真好，真好嚼啊，长的嘛是食长的草莓，啊，今仔日巧克力的，也当作真的呢。这只真啊八百几块吼，这花三百是咧卖新鲜，这个朋友做的油鸡油鸡啊，这油鸡你唔免煮哦，啊你啊即世人你都唔敢食冷的，这鸡这食冷的好食啊，你都唔敢食冷的，我今日微波烧，做做下就食，卖个乌金食，这拢免能够拿，一只八六两百块，两百块两百块油鸡五四，这只两百块这面就会大脑壳颅。哦，这袂新鲜的俩，两百块、两百块油鸡，两百块不是每天爱去油鸡、油鸡的，叫做油鸡啊，鸡毛油、薄薄毛鸡、油鸡，两百了，有没有？来，把皮下出来，皮下来，好，这油鸡啊，这嚼嚼非常好吃，哦。来，用这三片，你敢知影？用这个打破破。恁普通看到的蒜鱼哦，一斤或者一斤三百几块，这一斤四百多。来，我这三百几块，你看，这蒜鱼哦，你这行鱼倒平正平拢在吃。这个四百多公克，这个才有二啊八二三二。头家，你切这蒜了哇？哦，你这蒜哩真水，你这，你这头家人家讲这很老啊！你今年看我西了哇？表示讲白贼甲你骗，台湾无蒜哩，一定要靠进口。这冷冻的，台湾无很好蒜哩，一定要靠进口啊！几只冷冻伊家最强强的，伊家切嫩嫩，伊家讲很老的，表示他撒谎哦。咱大家一定要准啊，一百块二百。进口，哎、欸，我来讲吼，这一斤三百几块，俺内底都咧切啦，这一斤四百块，卡阿只卡歹是凶阿贵，这一只有三块中块，一只蒜哩一块头汤，这拢一块尔，啥物鱼拢同款，啥物部位上该好食来，我来讲，什么鱼都一样哦，鲁拉鱼、沙鱼、啥口鱼、啥物鱼都同款，这头切来第一都一块上该好食。啊！我上界歹看，为什么？伊啊，包括脚只片呢，甲黏度全部拢有，即块上界贵，啊嘛上好食，嘛一只都一块尔，无再着切两块，有道理。啊，中块当切三四块哦，即拢切一块尔，所以这全部啊，说小的上界无多卫生呢，伊袂这样，伊袂干咩啊？伊自己若卖五只蒜鱼，惊死！伊当生意做也卖十只，生意就算惊死人啊！十只蒜鱼都十块尔，一只蒜鱼都一块尔，头切开，第一块是头刀。这一斤啊，四百二十，对起来一斤中块是三百几块。我来讲啊，你啊切了规角规角，高分个钱做，赞助平平来，我来用这。这钱啊，做好之后吼，啊这大块，吃啊金瓜，来啦鸡翅瓜，咱今日卖剩半啦啊。你啊高分个钱做，赞助啊你啊切了我就收大块，吼、哦，啊是要规块要煎，要吹通通会使。我来讲啊哈，这啊无一斤会使用我啊。这拿回两斤，规头都买两块。那你盘看嘛，看这有两斤无？你有没有重量的概念？有哦，这两斤我哦，你盘了，恁两斤嘛就多一哦。哦，恁做嘛，盘了就变成三斤，我不真才两斤我呢。这两斤我哈，一斤四啊斤，两斤我，你也算八百，这八百你卖这规头卖你八块，这不两斤退钱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甲拼较俗个，啊，今仔送着福气，无送着人就你莫受气。啊，低价无一块，减价无一嘴，福气食济绝对不是看嘴个哈。才超过两斤哦，减面两斤尔，才去了我三斤，一堆东来，食完咱就拍死，咱对不起哈。一百八你卖掉，你免搞骗。来，无人。
这一块啊，这全部啊十二公斤，台斤多二十台斤，一两三四五六七，七个人去吃二十台斤，一个多两斤多，哦，就比我三斤啊哈。太，买八百、七百、六百、五百，一边头甲洗地，五百较紧嘞，三百好，三百块啊，买个几大块给你三块，是啊，是啊，无咩啊，来多个啦，多个嘞。塑胶袋，啊，有条，没没了，还几两，两百了，干嘛要叮当？来，你看有没有皮耶？后面一个，这两百块够多人的破费啊！啊，一斤哦，还没几块呢，冰一下。我洗了，我洗了，我去拿菜肉来。来，哥五啊，哥五啊，哥五啊！来来来。还有。张哎，吃盐喷水啊！咋完的啊？我这是星期一，你的电脑五百块谁拿的？来上，来上门关掉，刷你上门关掉，几千上哎，谢谢，两百块，刷你两百块，都有了吗？拢叫我来，几十块我来，是啊，来，过来，辛苦人生的银船，十秒钟我的银钱哈，人家收的，我袂花，我袂花，都唔好收，你有二十块银的，十秒钟的时间我银会讲完存五秒。存三秒，看到二十块花，你要认卖认哦，对面四十块退，好不？存三秒，存两秒，存一秒无走了，因为我无在条走你，我真地无人格啊！你唔好连一百个糟蹋呢，因为我无人格能走你哦，哦，不要糟蹋我，也不要糟蹋你自己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就要存一秒，是样搞啊？未使买两买两只来坐着，未使买就人家政府规定的二十多人，四十块退。二十块全世界海上有在，你二十块都存起来了。二十块来二十块，刷无啊，金无开卖钱吗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人客，最后跟两个人客，二十块，最后存。来，今年还十个人客哦，今年十张相片才 OK。下面是丁宇上好不好？哦，肯定今天功课呢。避邪啊！避邪。啊，我说明客人你要避邪，还是要去边啊？搞用一种飞镖搞射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要用电搞成？设备一万几粒，加袂一块，一包十包开。啊，你客人你爱去买芹菜，嘿，买三块芹菜，跟煮芹菜煮啊，嗯。啊，你没有加上？还是什么？什么物件？包鱼啊，包鱼变龟心好嘛？啊，来龟心变成馒头啊 ？number 啊吗？一套一套的 ，number 啊，包鱼无啊？我讲啊，这包鱼简单，地上出名的所在来，啊，我玻璃的，大把这地花这高嘛，这三毛钱皮啊，一包三百三十五粒，一条子，大把卖三粒高，苗才卖二一百呢。为什么高苗数量咱不是物件个卖哦？嘛不是。因为啊，高雄的租金卖算台北租金真贵吼，啊，我来讲啊哈，你卖甲算本钱。这两种料理方法，第一种料理方法就是拢讲免料理，配同就一只只；第二种料理方法就是用米滚卖，这滚卖是，即个等你去买滚去泡几多倒嘞，即包出来当水当碗卖，哦，啊，未使淡咸汫哦，你啊倒咧卖内底，啊，青菜煮啊现成个，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。四包，你卖剩一包三粒啊？我那卖剩二啊百，你还剩分你一包二啊五，四包多一千，五包多一千二啊五，我花一千多是二啊五，总计我爱去讲啊，三百个人，三百块，三百我拢准备啊，全部存第三十箱存钱了吼，一箱二十包，三百了，包有了吗？好，谢谢，收开，这一包卖几十块，他们笑死人，你敢都跟他笑，三百块三百块啊，三百了。
鲍鱼沙炸很好，是修还没有的。这几包龟壳啊，这没点过大量壳，卤了就是人。外公是做成拖鞋，这家小妹那么穿也是太值，卖9,900、9,800、9,800，500块，我跑人家直接来去800块，500分包，900块。这家不穿不能值班，这样吹哦，用这边没没有，500块。我还没像上面一样，这全部几两的，1000个，没单。你有什么叫什么人？两个人客，500块，300块，全部两个人客吃，全部两个人客吃，300块，包邮无费啊，收开啊，300块。收起来就无费啊！哈，300块，房子房了，你也听我点，大家拢听我尽量不要人家听，我嘛袂人家听，我不要你轻松，我那边轻松，大家拢轻松，好不好？不要尽量把自己搞得很累，这样就神经病了。300块，就头先去吃，300块，全部两个人，300块。这没有的了哈，来。300块，那你要黑冰不？什么黑冰？做龙虾。最后一个，大家总共18人。我说我没有300块，就把我当面要拍死。你生命问题，我未上我生命开玩笑。做生意一定要做公道，唔将丢，绝对未使乌白来吼。加油！快进来啊！牛肉炉，等下啊，来牛肉炉先来。这牛肉炉啊，这羊肉炉哦，阿要吃的人去钱听紧的，收几万都没有，因为今牛肉炉全部改做牛肉炉，来，来比较紧啊，来。牛肉炉吃这暗时在困啊，你绝对袂惊寒，所以你洗澡你就不用穿衣服。休闲裤没穿衫，这是包两斤哦，我讲没有穿无，这是包两斤，内底都两只面啊，汤个带皮羊肉丝都没有。你若要食完了，咱来去改变吼，啊，若要食肠啊，你要买现捞的肠啊，切一下蛋啊，就这两种物件了，汤个带皮羊肉丝都没有。啊，这是包两斤，股票上市，伊也是急变身，一些股票咪上股上市哦，上市吼，来，一包两斤啊，360。两包啊，其他鱼我只收便宜，看便宜丢钱没有了。这两包哦，这两包啊，你才钱块进来，卖就以前卖就900、800，两包其他鱼啊3包来，吃不了点袂落呀，你没捧场的呢。这3包加1000块，5个人客，1500，800、300块，300块来。300块油肉咯，吃不好配钱一包的，300块都有了嘛吼，拢挖回来收回来，不要，来后边来，300块。这每个一包的钱是可以看，这没点过广告可以来，中皮油6斤，中皮1斤5只，可能300块，300块。300块，拢有吗？牛肉炉一包，冇紧，300块，拢有哦。来，皮下起来，紧嘞，卡住紧。哦，这中国票，两个中十票，一个中的，个人票的。来，我来讲啦，牛肉炉是比牛肉炉更加贵哦，恁知哦？啊，你无食牛肉，你唔好买哦，无使钱。这牛肉，出钱无食牛肉，啊，牛肉一定100%比牛肉更加贵吼，这就牛肉炉。来，呀啦，这牛肉炉，牛肉是一定比牛肉更贵啦哈。我来讲，这上吊福气，无上吊福气受气哈。这2包，这包450，拄只一包3啦，这包4而已，同款2斤。这股票上涨，同间公司的，那吃袂下，现我我自欠你。这内底我汤甲牛肉了哦，这内底无肠啊无啥，你爱买肠解冻的，啊你爱食牛肉面我爱加，这都等
客动香滚面沙沙，甲弹落来好啊，唔免个人点酱，知无？去点酱有啊？这两包装起，卖就一千，卖就九百、七百、八百。那几三百块，同款啊！安尼啊，几啊，甲用完好啊啦，三百块，拢有啊、哦，都有了哦，三百块，三百块皮啊起来，进来，你有时来。还加全部充气啊！一样虾面，两个卖就千九百、七八百，保证没有开销。八条，两包都充气，两百块，拢无啊！一样虾面，一样虾面，两百块用钱咧，拍起来使用我无要紧。一样虾面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，拢有啊！好啦，想要吃粗粗的野手，粗粗拢无啊！要吃粗粗的野手，想要吃一千块全部装包，好这一地，本钱四百几块。八八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们在商量吗？商量是怕说今这个月的，这个月我们家里的钱可能会不大够，是不是啊？呢，继续得让你五百，这样够不够？够吗？够、哦、好。因为今哈、哦，全世界哦，这是台湾，这全世界哈、哦，咱台湾算好运。咱台湾的防疫哦做了袂歹，真侪国家真正无人食，所以拢来抢物件。台湾边，你免去超商咧抢物件，神经病啊！这台湾啊，这里是台湾哦，不是国外。国外你爱抢，你无抢你会枵死啊！因为他锁国嘛，所以你把头出去偷食，啊爱抢。咱台湾边，咱台湾没有锁国，所以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买都有啦。你不要去跟人家去抢，哦，免抢哈。这不好，这几码吧，几码吧，几码更。这钓十条，一克八百。这飞机牌，一包八三，全部才总是一两克尔啊，三百了。第二五楼，一百楼，一百块，用钱呗，好、哦，快进来来。你准备讲什么呀？讲些什么？别问我话，好，好。见面话三百了，我会开三百，一定比大平兄你相信我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看上无赚钱，无讲你卖哦，你卖公司无卖，我遐了我就无收钱啊。最后去招一个人去，最后去招一个，最后去招一个。来，一千三个，谢谢。最后去招一个人去，来，一个死一个。遐一个收一个，拢有啊，一尾、两尾、三尾、四尾啦，三百几尾块啦，对面一尾、两尾、三尾、四尾啦，几尾过来，拢总有啊嘛吼，啊，恁两个人客慢只走来，正只个卖你二十多，只只十块，十块咯，只只十块咯，来，二十块，二十块，安尼去，无去无搞无去，呀，谢谢，六块多，只只十块，安尼无啊。这哈，这种都无，恁到有囡仔举手，有囡仔举手，有囡仔举手，拢无人有囡仔吼，出一项囡仔生生，无人敢承认啊，无要紧，唔敢承认无要紧啊。这种物件，这种物件啊，做 A 量虾饼，你这样个啊，这电脑一袋八三两袋，电脑包这内底有两袋，一两包啊，四袋，来四包八袋，两个人客人拢无啊，都没有了哈。要背地装起，卖就这整了多少把？一瓶啊，整十秒，两瓶整二十秒。这下底有两袋哦，里面有两片，啊，两袋来，这咱弄上一包泰式酱料，两个人去俩，两包拢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来收海，去收海，收起来了。来，你们要吃啥？虾啊来。这恁对只买咸的啊，这是靠西方个人，炒开攞一大盘，炒开吃袂下，两支送你配钱。这是咱高雄的，没有了，这家人的，家人咸的吼。这包西方个人，小袂起来，你看三百几块。